可以选择将膝盖微微的打开，将枕头放在前方，保留一点空间，允许腹部可以放松的往下沉。坐在瑜伽垫中间，双脚弯曲踩地，将一个瑜伽砖使用最低的高度横放在身体的后侧，接着双手。从四足跪姿开始，双膝与臀部同宽，双手在肩膀下方左右的位置，臀部往后往下贴近脚跟，与腹部及胸口伸向大腿，手臂可以选择向前方延伸，或是向后方延伸摆放，进入到 Child Pose 婴儿，感受今天的身体状态来去做调整。A， 额头碰不到地，可以双手握拳重叠，让额头靠在拳头上方。B， 脚踝前侧紧绷，可以选择将毛毯或是有厚度的毛巾卷成条状放在脚踝的下方。肚子需要多一点的空间，像是刚吃饱或是怀孕的中后期，可以选择将膝盖微微的打开，将枕头放在前方，保留一点空间，允许腹部可以放松的往下沉，不受到挤压。可以选择一至两个枕头。D， 膝盖感到压迫，如果这样弯曲膝盖觉得不舒服或是感觉到压迫，可以使用有厚度的毛巾或是枕头垫在大腿与小腿间，来减少膝盖的压力。以上均不适用。如果以上的选择都无法满足你今天的身体状态，可以简单的躺下来，将双膝抱进胸前，同样的给予腹部获得按摩的选择，或是双膝打开，找到 Wide Knee Child Pose 的选择。合适的动作后，试着停留三到五分钟的时间。坐在瑜伽垫中间，双脚弯曲踩地，将一个瑜伽砖使用最低的高度横放在身体的后侧，接着双手支撑，慢慢的将身体往后躺下。调整瑜伽砖的位置会在胸口后方、肩胛骨下方的位置，后脑勺贴地。保持肩膀放松不耸肩，手臂自然地往身体两侧打开，掌心朝上，双脚再慢慢地往后伸直，进入到支撑鱼式 Supported Fish Pose。 感受今天的身体状态来去做调整。 A， 觉得头晕，如果觉得头晕或是呼吸不顺，可以使用另一块瑜伽砖选择第二高的高度垫在头部的后方，来让头部高于心脏的位置。 B， 还有加深后弯的空间，如果感觉后弯的程度可以再增加，可以将胸口后方的瑜伽砖调整到第二高的高度，头下方的瑜伽砖调整到最高的高度，留意到呼吸可以自由的在胸腔的空间流动。 C， 今天状态还不错，如果觉得今天的状态还不错，可以将双手在胸前扣着彼此的手肘，慢慢的越过头顶的后方，加深身体正面延展的空间。找到合适的动作后，试着停留三到五分钟的时间。从四足跪姿开始，将左腿弯曲，把膝盖带到同侧手腕的内侧后，右后腿慢慢的向后伸直，保持骨盆摆正不歪斜，感受左臀外侧的伸展，进入到睡天鹅式，感受今天身体的状态来去做调整。保持骨盆摆正的时候，发觉左臀无法贴地，可以在左大腿的下方、右大腿前侧横放枕头来辅助骨盆稳定。慢慢降低身体高度的同时，可以在手肘的下方使用瑜伽砖来让手臂放松。如果后膝盖点地感觉不适，可以在下方垫毛毯或是毛巾来做辅助。
还有加深按摩的空间。随着左髋逐渐的松开，可以将辅具降低一点高度，使手肘贴地，并使用瑜伽砖来支撑头部，让肩颈还有头部可以放松。在骨盆下方的枕头也可以更换成毛毯，感受身体细微的变化与专注贴近在边界的过程当中。找到合适的动作后，试着停留3到5分钟的时间。